January 22nd, 1996. It's been 20 years in the making. 大家好，我是 Wells， 欢迎回到极客逻辑。别担心，你没有走错片场。视频中播放的是1996年1月22日美国 ABC 电视台的新闻报道片段。 NASA 的伽利略空间探测器在发射后的第六年终于到达了它的目的地木星，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和伽利略空间探测器有着一个特别的共同点，他们所使用的 CPU 芯片都是来自 RCA 的 CDP1802。 Tonight, Galileo phones in a report from Jupiter. CDP1802 应该是世界上最先使用 CMOS 工艺制造的处理器，它的功耗很低，有着宽泛的工作电压和温度范围，但在家用电脑领域却较为少见。1983年，一款型号为 COMX35 的家用电脑出现在了市场上。这款电脑是由一家名为 Noxon 的荷兰公司设计，由香港的 COMX Word Operation 生产制造并推向市场。这款电脑带有 35KB 的内存，这也正是它被称为 COMX35 的原因。在推出 COMX35 之后， COMX 公司又推出了 COMX PC1， 这款计算机和 COMX35 并没有本质区别，在硬件上几乎一致，唯一可见的改进是使用了更好的键盘取代了原有的巧克力按键。1984年，教育部引进了一批计算机给各级学校进行计算机普及教育，其中就有 COMX PC1。 这份1985年11月18日的北京周报的封面照片就是小学生们使用 COMX PC1 的场景。杂志的第17到21页详细地介绍了计算机在中国普及的浪潮。巧合的是，在这期杂志中还出现了长征二号发射成功的新闻。今天要修复的 COMX PC1 是我从闲鱼收来的货场货，老板一共有六台，都有缺损，破烂不堪。我从中挑了四台看上去稍好一点的，以50元一台的价格收了回来。四台中两台已经修复，剩下的这两台实在成色太差，这台连视频输出和射频输出都缺损了，今天来尝试下能否让它重获新生。拆开机器，原来主板上的射频模块和视频输出端口都被人强行干掉了。主板上的芯片排列也很整齐， CPU CDP1802 在主板右侧。主板上还有与其配套负责内存、视频和 I/O 管理的1869、1870、1871芯片。在主板的右上方是7805电源稳压芯片，下方左侧则是8颗 RAM 芯片，中间是一颗 16K 的 ROM 芯片。检查了下主板上的布线并没有损坏，所以先补一个视频输出接口，看看能否正常开机显示。插电，开机，没有任何反应，看来捡漏是不可能的了。先来整理下维修思路吧。首先，先检查下电源供电是否正常。如果供电正常，这种没有任何输出的，就要看一下 CPU 是否坏掉了。如果 CPU 是好的，那么大概率是显示输出部分的问题。如果显示电路也正常，那就得再想想别的可能性了。先来测下7805电源稳压芯片的输入和输出。输入9伏，输出5伏，都是正常的。电源的问题基本被排除了。找一下1802的 datasheet， 看一下如何检查这颗 CPU 的工作状态。先检查下这颗 CPU 的16号引脚，这是电源输入。引脚1是时钟信号。数据总线是15到8号引脚，地址总线是25到32号引脚，按顺序检查这些引脚的信号，看看是否正常。CPU 的电源供电是正常的，但是一号引脚并没有时钟信号，没有时钟信号就相当于 CPU 没有工作频率，它当然不能正常工作。
因为找不到 COMX PC 的电路图，我找来了硬件一样的 COMX 35的电路图做参考，看看这个时钟信号是从哪里来的。从电路图上可以看到，这个时钟信号是1870显示芯片的38号引脚 CPU clock 输出给1802的1号引脚的。再来看一下 RCA 提供的 VIS 系统架构图。在 PAL 模式下，1870芯片将一个 2.813 兆赫兹的时钟信号提供给 CPU， 作为 CPU 的工作频率。这个频率则是由显示电路中的 5.626 兆赫兹的晶振产生的，是显示芯片工作频率的一半。所以下一步应该检测下1870芯片的36、37和38号引脚，看看这个震荡电路是否能产生正确频率的信号。不出所料，这几个引脚都没有任何震荡信号，要么是芯片坏了，要么是晶振坏了。检查电路板时，我下意识地推了下晶振，突然发现它松松垮垮的，原来它的一个引脚已经断了，这当然不会产生任何信号。推了两下，另一个引脚也断了，换掉这颗晶振应该就能轻松捡漏了。可惜事情没那么简单，5.626 兆赫兹的无源晶振我找遍了全淘宝都没有，这种古董货早就没人用了吧。只找到了一家卖这个频率的有源晶振，价格还很贵，先买回来想办法吧。先来画个电路图，有源晶振是 3.3 伏驱动的，所以可以通过一个1117芯片来将7805输出的5伏供电转成 3.3 伏来驱动它。同时，原来主板上的用来给无源晶振起振的相关电路都要去除，直接将有源晶振的震荡信号输出端接到第37号引脚。电路比较简单，用动动板来做个转换板吧。有源晶振模块安装好了，用示波器来测量一下是否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吧。1802的一号引脚收到了一个 2.813 兆赫兹的时钟信号，所以1870的38号引脚一定也是一样。 2.813 兆赫兹，波形很完美。37号引脚应该是有源晶振输出的两倍频率的 5.626 兆赫兹的信号，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方波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机器应该能启动，我们来试试。插电，开机，成功点亮了，不过显示的图像是黑白的。再看一下 VIS 架构图，1870芯片上除了负责显示信号的晶振外，还有一个负责 Chrome 色彩度的震荡电路。莫非是这里出现了问题？测试下24和25号引脚的信号吧。果然这个震荡电路也没有正常工作，检查了下这个晶振也有一个引脚因为老化生锈断了。
运气好的是淘宝还有卖 8.867 兆赫兹频率的无源晶振，直接更换就好了。最后用示波器来验证下更换后是否恢复正常了。25号银角 8.867 兆赫兹，很漂亮的波形。37号银角 5.626 兆赫兹的方波。38号 CPU clock 一半的 2.813 兆赫兹。1802的一号银角也一样，2.813兆赫兹。问题都应该解决了，接上监视器试试。成功了，可以看到 COMX 的 logo 在变换着不同的颜色。硬件部分的问题全部解决，接下来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外壳清洗和白漂，哦不，漂白大法了。在等待紫外线漂白的时候，我把另一台的主板也拆出来了。这台一样点不亮，我偷偷的看了下，问题差不多。但因为键帽不够了，所以我不想修复了。不过主板也不能浪费，我们来做个漂亮的东西。已经晒了一晚，漂白应该差不多了，拿出来洗一下，开始组装。
Yeah.